浅颜色吗？麂皮外套，我喜欢。我知道你喜欢浅色，我喜欢浅色，好看。你很贴心哦，你留浅色真的很好看，你看起来好好看。它这个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会套太紧哎。对，其实刚刚有人问，其实我想这件其实蛮宽松的。我觉得大家是因为怕了。因为以往的购物经验，觉得说因为它真的很小，我跟你们说，应该看起来真的是不是贴身的，它不会到对，它其实还有空间松的，对啊，就是你们里面其实要塞那种超级薄的那种长袖，其实也可以，真的真的，它其实看它整体来说还是很有空间，然后它的肩膀又是做有点微落肩，对，它没有很就是很贴，它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因为很多这种外套都是做极小，对，极小，然后集合，对，集合，对，但是这件是 OK 啦，还有点松松的，有点对，这个其实搭，我觉得搭那种洋装，有点波西米亚洋装也会很好看，然后因为这款给大家看它的厚薄度真的很薄，你们看，我用这样子解释，你们应该就知道它的厚薄度，来你看一下，你看。我还把它反折过来，就知道这一款其实是它其实是蛮薄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厚薄度才适合现在这个天气穿，你们可以在室内当做那种叫空调外套穿，就是万一冷气变冷的时候呢，总是还是要披一件外套吧，就是像那种针织啊，或者是很薄的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微透的那种针织小外套，说实在话，百年就是腻了，因为那个就是太常见，就是太一般了。所以呢，这次呢准备了这个非常颜色很特别的，就是这种薄的麂皮外套，刚刚好，就是价格也不会很贵，可是还是可以穿出不一样的那种早春的那种室内的比较可以保暖的穿搭。